天嘛，来了几个大巴车，五个救护车，说要把这些车厢的人全部拉走完。疯了嘞！马上车子。哎，你看看，火车站戒严了，里面好多人，看看，危险危险，看看，我是妈的，警车一路路的。你们看这中巴的站台，吓死人了的。你看，好多人。看看，抬进去打路。